接到紧急通知，需要请选择剧情模式。 这里是比尔，我跟韩风刚刚经过加鲁加群岛上空，准备返回基地。这里是指挥官，比尔，我要你们直接去执行下一个任务。还真是停不下来啊！看来跟你们约好的牛肉火锅又要泡汤了。说任务吧。好吧，早上接到报告，发现有不明目标在加鲁加群岛登陆，看样子是打算启动埋藏在地下的秘密基地。是红色猎鹰，没想到已经占中过去2年了，怎么还有余党存在？ 好在我们及时获取了消息，比尔、韩风，你们直接飞往加鲁加群岛，潜入并摧毁敌方基地。哈哈。
一群手下败将还要垂死挣扎，看看他们能搞出什么花样。新设计的武器有用武之地了，就等着尝尝他们的滋味吧。前往加鲁江。我从另一侧登陆，请你好，我从正面探查，随时保持联系。坚守阵地，商城最高可以抽取到金色武器哦，点击抽取新武器哦。 Burst Flame Gun。太棒了，蓝斯总是为比尔想的那么周到。请选择武器系统，武器品质分为努力获得更高品质的武器，请选择新武器。Thank you.
防护系统，给我一些时间破译它。稍等。1分钟，不要吹毛求疵嘛！红色猎鹰投下了量子导弹，这个基地马上就要爆炸了。